伙伴，大家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我们的应用啊，什么样的应用呢？只要用滑鼠点两下，开启五种不同浏览器浏览特定的网页的程式应用。那呢，我们接下来呢要用这个程式码呢，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来到 Scratch 3.0的线上版，那我们要怎么弄呢？我这边有 Scratch 3.0的线上版，它的网址呢？我直接复制，然后我们直接到这里呢，把它修改，把它贴上。那呢，我打算用呢 OPPO，所以 OPPO 呢，它需要设定使用者。那我们现在这边呢，就把它拿掉，只剩下 OPPO。好，那我的使用者呢是 N，好是 N 哦，好是 N 哦，所以我这边要改 N。好，把这边后面的拿掉，就是 end 了。OK，那我就按储存。接下来呢，我点两下，打开。OPPO 就带我到 Scratch 的线上版。OK。